们一起互动看球，我们会带来近距离的舞蹈表演。出本区座位数量有限，中午12点准时开场，先抢先赢。男生最爱的整理裤，香油，气香油，玫瑰花香。没有错，没有错的音啊。
啊，中低音啊，你可以中低音。我是那种花店几根小字嘛，好啊。因为他们说我的声音现在是沙哑，现在感冒不足，但是感冒好了，他们都说我声音就是有点娃娃音的，就是花店花店机娃娃音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庭伟的包包里有什么？糖果啊！哇，他最爱吃糖果的。然后还没放到零钱包的两百。这个就是钱太多，直接放包包，大包包。现在就给他放。他有钱包，装到包包里面。是熊大吗？才你是手很熊。对啊，你钱包里面很多钱包。我告诉你，形容店，他形容店员很浮夸，超浮夸的。他衣服啊，换了衣服。因为今天他们有排练，所以有带那个换洗的衣服。你要秀一下你的衣服吗？整理裤，哇，男生最爱的整理裤，香油，请香油，玫瑰花香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换我们的艾丽莎，我们来看她的包包里有什么。我叫超糖，又是糖果，大家都很爱吃糖，那么甜，那么甜，会讲话，喵的，现在都要消毒了。香水随身携带，然后就钱包。钱包有多少钱？很少，